剑死客。哒哒哒哒哒。又整天玩这种有的没的，哎呦，好厉害哟，好厉害哟，好厉害哟，是不是？命运不休，常人般异形。特级保护动物，特级啊！我操！那这个他妈杀了或者是绑了，那不是直接死刑吗？特级保护动物。好白痴，带个点火，这样子玩。死亡的预言就是死亡。我认同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。看能不能把瞎子勾出来，这把好像又不好打。他想意识，我距离不够。心里早就恶鬼横行，再多一点就可怕。螃蟹血怒，我听到他们在喊我。这样的地方不是太过轻率了。我见到的就是可征服的。他在干嘛？不知道，不想过。当他们的眼神掠过自己的一生时，可惜，哎呦，差一点点 Q 就好。或许我刚刚不该 E， 应该 Q 他，是不是 ？Q 他就好了，也还行，有这个，你还控线呢。回想起来，他们还叫我瘸子。看见。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真正的代价是什么。不玩了吗？牺牲必须得到。瓦菲差点单杀的。权衡之后的冒险根本就不是冒险。不玩游戏了吗？你们三个腿。台词太硬景，嘟嘟。玩的都不是一个游戏。从军队的阵营上，大家都别了。You have slain a king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还差点钱怎么办？
对了，1500还差300，两波线。我的话语比我亲手杀掉的人可多多了，我敬意。有人说黑暗会与他们对视。六分钟时光，他们看不见。他怎么敢？他不想玩了，应该。他应该就是想玩这种。怎么讲呢？就玩那种就很刁钻的东西，就远程嘛，带个点火，然后就一直杀你。他发现玩不了之后就开摆了，很多这种玩家的玩上单特别多。他不然就连体，不然就带点火。他发现他玩不了了，就投机取巧嘛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投机取巧，他发现玩不了就无所谓了，就感觉好像他不随便玩一样那种感觉，很多这种。乌鸦加强了，加了 Q 加了好多了。力量。酷啊！这也是。投降的方式，帝国笼罩在乌鸦翅膀的阴影之下。哦，我那个E，我的挡E。那刚好给他定住了，刚好给他定住了，这就很他妈尴尬。我的小蝌蚪撞了他一下，爱理小蝌蚪。对面应该是不想玩，很多这种我碰了好多打上单，他可能懂点东西吧，看了点短视频什么的，学了点小所谓的套路，打双引号的套路，然后呢他就对吧，就这么玩的，就一级蹲草带个点燃什么的，然后就压你，就视频就一笔一画的教你说什么，哎，这波把他压出去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短视频它好看是好看，有些东西是教学，但是它终究是剪辑过的，它是有滤镜的东西。所以说你想看这种，你得找那种对线会好一点，这样多看多对比才知道。到不打一下，这螃蟹还是不想玩。吃掉了，硝烟散尽时。而且一般他就算这么玩，他炸了他知道怎么玩，但是普通的玩家他学这种套路，他炸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。对线的英雄不一样，还有说打野双方打野不一样，都会导致对线打得好。好像还差点钱，我再补一波线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 Q 很痛的，贴脸一个 Q 300，没魔抗就打400。妈逼，这不纯送吗？这11分钟两件，这还玩不玩啊？又是爽局，干嘛呢？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，就你这血量想杀我？
原来还有个喊击，坏了，出事了！我放技能出来一瞬间，就看到后面有个喊击，完了，完了，吵架了，好像对面。主播找演员是吧？那不是，我哪里知道排到谁？这人在干嘛？下去，神剑，咣！我操，太爽！十三分钟就四十层，这跟打下路的层数是一样的。寒冰折磨没办法，我遇到他的话就是我折磨他，遇不到的话就他折磨我。好讨厌，这要是当我队友也挺烦的。射到男枪男刀的东西，哇，爽！这个会吸血，这加乌鸦的最大伤害，很变态。然后来个自己的伤口，我超兵，换个小魔抗的。哇操，这打不动我了呀，对不对？寒冰害怕，羡慕寒冰，呵呵，这都勾不到，走直线勾不到呀。还能这样被杀的咯。死神来了，我劝你们赶紧走。我操！百分比斩杀，哎呀，还行，战车的人头，他交了闪现，一样有助攻。哎呦，这波很帅的本，不过还行，能吸到被动就好。一层这个碎片加十二最大生命值，如果你跌到一百就加一千二，就这么夸张。读书，这还是死，这卡特 AP 伤害有。挺能跑的。杀人术太浪费钱了，乌鸦不太需要杀人术，他要 CD 跟抗性，你这两件做完之后，你后面的主抗性就够了，完全够用了，完完全全够用在贵族之家。Shut down. Your team has been destroyed. Your team has
帅，爽局，玩思维太爽，哎呦，回家买装备，我狂做 CD， 我等下再来一个石像鬼，他们拿我没办法。思维，瞎子修的。四十秒一个大，不知道啥东西。四十秒一个大，对面已经不想打我，不出个冰箱不行，他们都跑不掉了，我追得上他们就不需要出，下版本再说。三千，右侧弹性，就车，86，加了1000点额外生命值。乌鸦不需要出血量啊，它只需要出 CD 跟那个抗性。你前面两阵你可以做 AP， 或者如果你劣势比较大，你前面也可以直接先做时光跟冰心。星界我推荐出啊，星界很好用。我整个石像鬼。这时间留下就爽来喽，收割收割，又团灭。就只要附近有，就只要地图上有人死了，他都会掉一层魂血，以后再来就是你的一道人了。再摁一下 E， 他就可以再赚一层回血，然后 W 打到人也会得一层回血。也就是说，他有三种方法触发回血：一是杀了对面，或者是你队友杀了对面；第二的话就是你的 E 到别人有控制，然后加回血。
于死，扛了一万，哎呦，哎呦，没吃到这三个，哎呦，三个加36点生命值啊，100点魂血，已获得1200点额外生命值，下版本无敌。为什么下版本还有一个东西最关键的一个装备就是深渊，深渊下个版本那个合成公式变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，下个版本深渊合成公式变了就很变态，下个版本的深渊，下个版本的深渊。我乌鸦就没玩，我玩乌鸦就从来没玩到过刻那个绿色药水过，这很少，特别少，爽。